这次哥本哈根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尖锐和激烈的争吵，到底在吵什么？问题啊，很简单，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？这个排放多少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？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这个问题是同能源问题连在一起，同你的发展问题连在一起。所以说，争半天就是我还能排放多少，我还能使用多少能源，简单就是这个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排放权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利？这个是肯定的。这个排放权对于普通的国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生活的改善嘛，意味着这国家的发展的你的福利能不能进一步的这个增加嘛？嗯，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啊？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科学的结论。这个二度是怎么来呢？二度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。这个计算机算就是相当于三明先生的那个水晶球嘛。他不会去考察地质历史时期的时候升温降温时候的那些变化，他就计算计算，算完了以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假如升温2度，就会产生这个多少多少物种的灭绝。这是英国人有一个研究小组做的，这个结论就是马上很流行了，流行以后嘛，那就是变成一个价值判断了，就我们不能让它再增温了。那如果说它模拟计算出来这一切是可信的话，那不就是也是一个依据吗？你怎么知道它可信？我们几乎是信仰实验室里所有依据数据。它不是实验室，它是计算机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？丁院士，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，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，因为 IPCC 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组织，它也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一份报告，而且也是因为有这个报告做基础，全世界的国家会到那儿去开一个气候的大会，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它是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。科学家有主流吗？我们理解的主流是科学家是根据这个人多人少来定的吗？科学这个真理的判断，知道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总量以后，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，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1.4吨碳，哦，是碳，不是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跟碳是有个3.67的这个系数。如果是450 ppm 这个目标定下来以后，那么今后的人均排放量只有是0.8吨碳。就是这是一个天花板，对吧？对，就说一下子你的掉下来，就是从1.4到0.8，这个是人还不能变，就是还是65亿人口来算。如果是人口还要增长的话，那么你这个数字还要往下降。看到这次 IPCC 的方案当中，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啊，它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，不是吗？它是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设定这个绝对量的，它对发达国家设定了量。这个中期2020年，它要25%到40%的减排，到2050年要有80%到90%还多少的一个减排，它是有这个数据，但是它有一个总量，全世界就是还有大概是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可以排，那么等于这个蛋糕的数量是定下来的。那么 RPCC 对发达国家有一个定量的排放的控制，那么就是等于是先它定量的切走一块蛋糕，这就明白了吧？这个切走的蛋糕它不是很大 ，RPCC 不是很黑啊、哦，它的蛋糕是2.3倍。这2.3倍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今后发达国家的排放人均的排放的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.3倍。我们说这个二氧化碳是累积起来的排放是吧？那么前面还有这个差别呢？前面的差别是多少？前面差别是7.54倍。您指的是历史上的差别？从1900年到2005年，这105年之间，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.54倍。但是 IPCC 这个方案它是不算过去的，它只算当下，而且它认为发达国家率先减了80%还不行吗？
就说这里面我们就是先不跟他去争论，咱们先把以前的事放一放。嗯，那我们就看今后。减排，就这个词说起来很好听。同我刚才讲到的排放权分配是一回事，这个很好理解。8000亿吨的蛋糕是定下来的，尽管减80%，一步一步往下减，但是你基数大呢？你的基数是发展中国家的4.8倍，你就往下要怎么切蛋糕，它就马上就是切走是你的2.几倍了吗？所以说，这里面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。陷阱？嗯，就是一个陷阱。如果是今后的排放，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上的限制的话，那么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。就是你想要排，就有可能得买。你要不够排，你就得要买。就是说，如果是你承认二氧化碳排放配额，或者叫排放权是一种稀缺商品的话，那么这个8000亿吨里面蛋糕分配的过程当中，真金白银，多分一点，多少分一点，是多大的、多大的利益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，就是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也比较强烈的意见，他会认为说。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？那当然是不行。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切一块更大的蛋糕吗？那我可以这样定指标行不行？我以后的排放，我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，这我不过分吧？我历史上比你排少排很多吧？那今后的40年的排放，我跟你一样多，或者中国说的更白，我从1990年到2050年。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%就行，那行不行？那他会觉得说，中国是个人口大国，你这么一乘的话，那个基数太大了。那么我就是说问你了，那么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？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。那为什么中国就中国的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？你这个算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，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？也可能他会觉得说，那现在常规的算法都是以国别计算。好的，那么行了，那我就不跟你算了，我没有必要跟你算。为什么？那就是说，莫纳哥多少人？那我们中国跟莫纳哥比行不行？讲不讲理嘛？他现在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，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说贫富，现在只以碳排放大国为界限。可以啊，我可以承认我是碳排放大国。那你给我们一个数，我们该怎么？能排多少？你发达国家你要排多少？你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了吗？不是，你这个80%就是分配了一个数了吗？你是把你分配的大比我们分配的小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说，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？根据G8的方案，它27个发达国家切走的是多少？切走的是44%，它多少人口？它11亿人口，余下的人55亿。分56%的蛋糕，那么你说公平不公平？他这个方案可能完全就没有按人口来计算。问问默克尔本人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？要我没有机会，要我有机会，我要问问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本人，你觉得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？那现在除了 IPCC 这个方案之外，不是一共有7个方案吗？嗯，有没有一个是？没有一个。RPCC 的方案还是最好的，越来越其他的方案是越来越黑。您现在是在直接指责 IPCC？ 为什么不能指责？科学就是可以批评，既然你承认你是科学，你就要坚持得住人家的批评。我在中国科学写的文章，我就是直接批评 RPCC 的。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辞其实是很激烈的，有这么严重吗？那你算账啊！假如告诉你。中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，每年花10000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觉得公平不公平？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，为什么要用比较激烈的、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？这样是否合适？你批评他们的方案不公平，他们是不会理你的。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。引起别人的重视，
当时您在那个大会上演讲，明确提出这些观点之后，场上有什么反应吗？场上就是有一个美国人，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他现在的问题呢，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行动的问题。您怎么回应的？中国该怎么行动？那么我就说呢，我也同意，行动是第一的。我说中国很简单，我说如果我对中国政府的建议，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减排放的承诺。这个长期排放的承诺就是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从1990年到2050年，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80%。不管你怎么减排，我都要比你少，并且我一定要做到。并且你发达国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完了，中国还没有建了很多。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，中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，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，我们要比你们雄心勃勃多。后来美国人也没这办法给我争了。后来一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，他说你的回答得很好，他很赞成。您理解的这个公平的概念是什么？什么是公平？我对公平的理解，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，视为基本人权，所以我就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。你看，您原来研究古气候的，都一直很专业的科学家，但实际上这次气候谈判，你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读，甚至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。别人对你的这个身份提出一定的疑问，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？您觉得呢？你就说，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这后面的政治。这倒不是，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甚至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，而应该比如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这个前提下去制定方案。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啊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，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千年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落实，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吗？这是国家利益吗？这是个人利益吗？我从来没有这么想。假如像您所说的，现在这个方案发达国家又不接受的话，如果他就这么拖下来，这几年下去会不会就情况变得更糟了？我很乐观，我是地质学家，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这个环境气候演化，所以我很乐观。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，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，同拯救地球是没有关系的，地球用不着你拯救。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，地球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十倍的时候有的是，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，都好好的。毁灭的只是物种。毁灭的只是物种，毁灭的是人类自己。所以是人类如何拯救人类，不是人类如何拯救地球。到底能不能拯救自己？我们最核心的东西究竟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文化、文明。人类在这个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，能不能有一种根有包容性的、更有弹性的一种文明的产生，或者是我们现有文明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。